会语言上除了刚才那一段，对一些可能闹笑话啊，除了新媒体了哈。那新加坡演员去台湾的时候，有没有在语言上闹了一些笑话，让你觉得哎呀很可爱？没有，我们台湾的。我们现在要去 Yes 九三三接受访问。Yes 九三三。最好是你遇到镜头就这么沉默哦。他平常我拍谁啊？影帝。老师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大大生日快乐！耶！大大生日，大大生日，你几时生日啊？后天。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好好吃哦，谢谢，这个点点好好吃哦。两位站在一起拍个照，对呀、啊，大大跟小小，我没有你拍，大大跟小小，好啊好啊，等一下。蜡烛的火是红色。好 OK, I need to end the life now. 有吗？拍照了。来，大大，谢谢，再拿一个银。哇，这是谁的歌呀？他都是谁拍的戏啊？他就硬要吃，那我就吃啊。真的吗？我吃这个。马蹄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马蹄。哦，这个马蹄，那个好好喝哦。那个没。我怎么那么美？啊，上睫毛。给TK讲一下，好，请录音啊，请拿TK讲。